最想跟谁谈恋爱？我选刘宇。刘宇，我应该给大家看看属于刘宇一个少年的模样，那就去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少年。也很可爱。刘宇好小，我可能就比较喜欢。没错，我朋友总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现在说他，你说他长着一张聪明脸，有时候的那种微表情特别像狗狗。无论是鲜花掌声，还是狂风骤雨，努力地告诉自己，尽量做到最好。我会照单全收。